哇靠，超大的，你看，文老爹，干电玩，我要修这个震动不行啊，怎么震成这个样子？好，我们来研究一下老 T 这一只好了。今天第一次开，首先精武这个没问题吧？哦，然后商城道具都是加8的，艾伯特斗篷，哇，金盔甲，哇，粉变的这个技能我第一次看到，借助水龙的力量，在持续时间内保护施展者的防护罩，昏抗加50%。老爹不转骑士吗？现在是骑士的版本哦。不是啊，现在老 T 这一只从头到尾都是远攻，怎么可能去转骑士啊？不可能啊，自始至终都是远攻啊。老爹看新的金变哦，看一下哦，这只哦，改他妈的怎么金变？不是，我真的不想吐槽。妈的，做那么肥是有问题是不是啊？瘦一点不行吗？你这只不是很帅吗？哇，这个金变很帅欸，哇靠，超大的，你看这个炮超大的。想请教老爹一个问题，请问老爹是用什么心态在玩游戏呢？任何一个游戏，比如《灌篮高手》好了，角色从勇进阶、集训、觉醒，游戏不断更新，玩家们为了变强，一直不断投资金钱进去，为了便宜，就算找代储也好，投资百万台进去，玩了半年或者不到，拿去市场估价，可能只有一折，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游戏，为什么老爹也是一直不断的投资呢？这样说好了，买个百万汽车，半年内开起来不舒服，就算拿去给车商估价，就算再差，至少有个5折收吧。可是游戏却不保值，说不定还没人买。我认真跟你讲一下，我从25岁退伍以后，我就得了一个病，叫做玩手游不花钱很痛苦的病。我并不是因为什么玩游戏哦可以投报率几成，不是。而是因为我有强迫症，我就是想要在游戏里面拿到快乐跟成就感，你懂吗？我们算是有点病态的，真的不要像我这样，真的是有点病态。所以呢，我并不是一个好榜样。老爹男人40胜张嘴，老爹有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胜的不止嘴啊，我每天早上都一顿行天哦，我剩下的不止一张嘴啊哦，而且我还算有钱，我还算有点钱哦，不是只有一张嘴。可是感觉回收不了成本，你要看玩什么游戏啊？所以我现在就代开啊，哦 ，W 这个回收不了的，我就当代开啊，哦。所以麻烦各位，这个老爹有时候在工商啊，麻烦大家帮我挂个台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真的啦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我以前玩游戏多夸张了，就是干我他妈的玩 FB 的游戏，玩到不止一个女生喜欢我，他妈的，我真的是超级屌，真的啦，干我就很热情，男生我也蜜，女生我也蜜，整个盟友我都蜜，我就是在玩那个快打之王，认识了一个女生，哦，线上的，她的照片很漂亮，我发现她用假照片骗我。他跟我说是他生病了，所以那个脸有变，真的很无言，真的很无言。就我那个时候，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是多么的纯情。不要瞎掰好吗？你是被蝙蝠拳飞脚踢到吗？我当天是那个开车南下，我去彰化跟他见面。我在北上的路上，我又打给我最好的朋友。我说干你娘！你今天晚上帮我约妹出来，干你娘几来！我今天就没送哎，干你老天啊！
我那时候我超级不爽，你帮我约妹出来，因为那一天我刚好 我们家买了一台宾士，我开着那台宾士出去爬妹啊，我就跟我朋友说你跟我约妹出来，我就是那一天认识我老婆的。我见到我老婆之后，我就忘记了我被网友骗的那个痛苦了，马上陷入热恋。我老婆知道啊，我老婆知道，我跟她讲过这个事情了，我老婆都笑我啊，我老婆都笑我啊。这怪物根本就两三下就死掉了、啊，这里是暴走区吗？有一点痛了啦。你看我们现在护身符是零阶就可以练啦、啊。好，我们稍微往上点一下。看到没有？这个运气，这个运气，一发就过了，100%，我一发就过了，就是这么狂。在第二阶，我感觉也是一发就过啊，没过我吃狗粮。看到没有，各位？哎呀呀，跟鬼一样啊！两发都是一次过啊！老 T 这个不包红包给我，这不行了。看到没有，又过啦！这应该要说大红包了吧？靠腰，第四阶就失败了。干，那小 ，OK OK， 第四阶失败一次而已。哭啊！哎、欸，熟悉的天堂 W 又回来了。看你老师是在哭哦。感觉都回来了啦，干什么鬼啊？45%哎、欸，碎啦！第七阶就30%了、哦，400片才点到第六阶、欸，干他妈的，我是有点衰吗？到底什么鬼啊？有，各位怎么样？怎么说？没有问题吧？三发过啊，25%的几率三发过啊！哎、欸，15阶有这么难？看我，这世界上真的有运气这种东西吗？他妈的，怎么可以啊？这样失败几次？看不出来、欸，我这样失败几次？20%失败10次是什么概念啊？太离谱了！干、啊，我真的点不下去了。今天直播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直播见，大家拜拜，干。